有点懒，所以跳圈里发育。第一个插件居然是背包优化，我的最爱。第一个补给箱也有我最爱的啤酒瓶，还有药药。全网还有谁比我还懒啊？懒得去搜药，但是爱舔包，爱喝药。所以这一局我这待在这里放补给箱刚好还是圈。都说狗分无聊没意思，我倒还好不无聊，因为我边狗分边刷视频的。你觉得我无聊不？但是我经常追剧狗分，然后经常忘记打药了，果然一心不能两用。拿完这个补给箱就要进圈了，不然跳秒毒嘎了，还要进到450米以内的安全距离才行。还好这有个车，不然真进不去安全距离以内了。 Later